现在校园口诀了哈，最近哦，这么多人应该整个三遍都可以记起，五样东西而已。哦，五样东西。好，地瓜、鸡腿、玉米、鸡蛋。地瓜、玉米、鸡腿、鸡蛋。好，再说一次。再说一次。地瓜、鸡腿、玉米、鸡蛋。耶、yeah. ！错，最后的是鸡蛋啊。好，来，口诀一定要记起来啊！哦，等一下才不会丢错。地瓜、鸡腿、鱼、玉米、鸡蛋。地瓜、鸡腿、鱼、玉米、鸡蛋。哎，对，等一下就照这个顺序丢哈。那前后左右丢，让它铺平，不要挤在一起。好，这个说好了吗？地瓜、鸡腿、鱼、玉米、鸡蛋。先加东西给你们看，来，开始丢第四组，来，东西拿过来丢了。好，等他。